와. 这娃怎么这么勇啊？ 他怎么这么勇啊？这里有人，但是这乌鸦飞上去了，刚才。 哎呦，差一点点。这个船反而不踢了好一点啊，我感觉。挂不到天灾了。 晚上好啊，这套把技能换一下的。 兔妈，鸟姐枪手能不能并排？我觉得鸟姐发挥操作好的话，比那些要好一点。让他两下一个的。
进度是真的高的进度。说实话，现在失效开关的收益没有那么高了，可以换成爆发，我觉得是挺不错的。哎，往这边走的。我第一个乌鸦如果放了，可能就打到了。好刚、啊。就会逮到个残血的菲利克斯呢。没有。他已经交干净了。他用干净想躲鸟，没躲掉。
感谢老板赠送的护具，感谢 RESC 的300护币啊！需要等一下啊，这里要打300，还打300别的屠夫好像。这还有个板，我之前没注意到。可以忽必点屠夫啊，没人点吧？刚刚点的都是别的屠夫啊。不修了。有修过，但不多。感谢光顾吧。那就看谁能躲到最后呗。看谁更能躲，看谁被我的乌鸦侦测不到。开始排柜子啊，
越喜欢躲，我就越喜欢杀，真的。越喜欢躲，我就越喜欢找。鸟姐还真的挺好找人的，比那些普通的走地图不好找多了。可以用乌鸦巡逻，巡逻柜子。刷。